Hello， 我是 Nate 王玉翔。那这一次新上市的是这个硬派工装背心，那可以看到它的刷色呢是比较特殊的，所以它比较走一种复古的感觉。那我现在穿的这件是卡其色，那我现在搭的就是像这样破坏牛仔裤，就比较有一种街头休闲风的感觉哦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是铁灰色，它就是比较有一种成熟硬派的感觉。那其实像同一条裤子呢，你只要换上不同颜色的上衣，它就呈现出不同的感觉，包色吧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呢，总共有九种颜色，那有三种尺寸，是 M、L、XL。那我身高是188公分，70公斤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L 号，蛮刚好的哦。那我现在身上的这件是咖啡色，然后它做的这个是圆领设计的材质，肩膀这边的收边设计啊，其实它非常的利落，穿了这么多件啊，其实都不会让皮肤不舒服，非常值得推荐哦。那我们家的硬派工装背心呢，它其实就是有这个工装口袋的设计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肩宽的设计，修饰你的肩膀线条，然后让你的比例看起来会更好。那我现在身上的穿的是浅灰色，现在优惠两件只要420元，这样子的材质，这样子的颜色，这样子的 CP 值，在别家绝对买不到。